previously on the secret scam， 好耐冇见咯。哎呀，睇下你成熟咗好多喎。快走啦，快走啦。你边个啊？我系 K。Sylvia。阿卡。唔通你就系 AK？ 秘密会产生疑惑，之后甚至可能会变成误会，后果可能会不堪设想。你今年万圣节谂住有咩做啊？啊，万圣节我完全唔记得咗咯，我仲超多功课未做啊！你睇下你啊，开学先有几冇几耐，你仲有咁多功课做啦？我希望我高中三年嘅生涯有意义啲啊嘛！咁你应该享受下呢三年嘅高中生涯啊嘛！参加咗多课活动噶，我只有几多时间？唔好讲咁多啦，今年一月系学到中学度开 party 啦，到时先算啦，唔可以到时先算噶，你一定要嚟参加啊！好，叫埋我 friend Kevin 嚟咯。我都谂住叫我 friend Jackie 嚟喎。好啊，咁到时见。系啦。Tiffany 啊 ，Emma 佢话咧，佢万圣节搞派对啊，你去唔去啊？我唔去噶，我生日诶。哦，咁好啦，下次先啦。好啦，拜拜。你哋走得咁快做咩啊？秘密游戏仲未完。阿卡，你够啦！你今日写啲乜嘢啊？你冇听 Sylvia 讲咩？我完成我伟大嘅小说啊嘛！我唔想加入你啲咁嘅小说啊！俾我哋走啦！退出游戏嘅人只有死。好，我哋游戏开始啦。Candy 真系冇用，叫佢杀 Suki 都杀唔到。你点解要杀我哋啊？你到而家都仲未知道真相？真相咩真相啊？所有嘢都系因为 Suki 搞到我哋疏远咗。你哋两个有咩秘密？我系唔知噶。你会喺我伟大嘅小说入面揾到嗰个秘密。好痛啊！你都挺大命的，这样都死不去。Emma， 你没事吗？我给你两个任务你都做不到，你生存有什么意义啊，狗仔？啊，我没生存意义了，我死就算数了。Candy， 你没死，我还爱你的。为什么你每次都这么对我，我这么爱你？为什么你要离开我？够了，你的章节已经完了，我要进入高潮那段了。你们两个死期到了。他今天的死期未到。Kevin，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？难道你就是背叛我那个？他们两个是谁？因为 Team K 有叛徒。冇错，我就是背叛你那个。准备好，随时都可以启动。准备好？准备好啲咩啊？你同边个讲紧电话啊？好戏在后头。你系边个？炸弹，你千祈唔好启动佢啊 ！Sorry， 炸弹已经启动咗，游戏已经开始啦。阿卡，收手啦！我写第一张秘密游戏嗰阵已经下定咗决心啦。Jack， 我唔系有心噶。阿Jack， 停住我炸弹佢，快！个炸弹系冇办法停噶。阿姨来帮我揾下炸弹嘅位置。OK， 我而家正紧装紧启动炸弹嘅遥控。By the way， 唔好叫我做 IT 女，我叫 Candace。好好 ，IT 女，你揾到未啊？都系叫我 Candace 咯。
找到了，在你们附近啊。附近？即是哪里啊？如果我没估错的话，那个炸弹应该在阿卡身上。阿卡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啊？秘密游戏是我最大的遗作。冇用噶，呢个炸弹系破解唔到噶。既然破解唔到，不如掉佢落海啦。但我哋唔知掉落海之后会爆炸噶喎。不如我哋试下啦。可能如果掉咗落海，佢都系爆嘅话，我哋都会死噶喎。咁个炸弹边个俾你噶？俾我噶。识你见过 Black Killer？ 我净系同佢倾过电话噶咋。呢个炸弹系佢寄俾我噶。咁究竟呢个炸弹要点破解噶？就作最后嘅决定啦。睇嚟我哋要难逃一死啦。你哋唔系以为真系咁快就系结果嘛？我嚟改写呢个结局噶，我唔想你哋全部都死啊！阿卡，我嘅结局唔只需要死，阿卡，个炸弹就嚟爆啦 ！Emma， 你嘅故事而家先开始，而家我使命完咗啦，我要走啦。My best friend， 是否不准去我暗恋你？不需拖手去接触你，遗弃彼此之间的诡秘。You are my best friend， 纵观相恋失去。二三，今天我哋请嚟两个嘉宾做访问啦。首先问下佢哋啊，觉得今集好唔好睇啊？唔好睇。觉得你哋表演如何啊？我哋十分好。觉得个编剧如何啊？好差。觉得导演好唔好啊？唔好。觉得啲剧情好唔好啊？唔好。觉得你哋啲演员好唔好啊？好。你系咪好想打爆晒个导演暗疮啊？系啊。你覺得今集收視會唔會高啊？冇。你對你嘅新劇有咩期望啊？十分之期望。講緊啲咩？你覺得 Ella 自己靚唔靚女啊？關你親事。你覺得何志表現如何呢？十分好。你覺得阿恆佢死得好唔好睇啊？好睇。你覺得兩兄弟死曬好唔好完美啊？好啊。想唔想出現第二季啊？唔想。想唔想拍第二季啊？一啲都唔想。我不知道有咩问你，有咩问你哋？翻屋企啦，食紧嘢啦，拜拜。拜拜，因为唔会放呢段嘅。我 cut 咗我啦，好攰啊！冇啊，一、二。我打。冒花水啊，顶一。未得。我就要你咁恶啊！一、二。要温柔。三。二。你冇听过 Sophia 讲咩？我要完成我伟大消失嘅事情，你冇整个死样出嚟啊！OK OK， 好笨啊 ！OK 一、二、三，手啊，一都炸过嚟啦！三、二、三、二、三，我血见你，阿姐系啊，一、二。一，喂，唔好嘈住。一、二、三。阿姐，等阵，手机。哎呀！等阵，啲丝系咪已经清晒？等一。唔系，我要讲咩？系 Emma， 你嘅故事而家先开始，我嘅使命而家完咗啦，我要走啦。一。二三 ，Emma， 你嘅故事而家先开始，我嘅使命完咗啦，我要走啦。二三，拎翻起部手机，唔系拎起部手机，拎起部手机。冇咗接电话，系咁接个电话。你净系拎起部手机。即系我同埋识紧啦。一二三，你唔好望镜头，你而家就系我哋嘅拎起，唔使打，你就拎起部手机得啦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唔使理佢先，你觉得个炸弹应唔应该爆炸咧？应该。你觉得个导演系咪好想打镬佢啊？系。你咪觉得佢入好多矛盾嘢啊？讲啊！你觉得你到时编嘅新剧收视会唔会高咧？唔高，会噶。好啦，你觉得佢演